啊，能不能怪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呢？不能怪，为什么呢？上一代没教好。啊，佛是讲了公道话，在《无量寿经》讲的，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那你就不能怪他了。啊，我们上一代没教我们。啊，那是在追究什么原因呢？那上一代，他们那个上一代也疏忽了教导。啊，再往上追的时候，再往上追还是不知道，疏忽了。啊，为什么呢？满清亡国到今天将近一百年了。这一百年的人，中国社会混乱。啊，把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疏忽了。啊，前面一两代疏忽了，到后面就完全没有了。啊，我们今天看到苦果啊。啊，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还能遇到佛法，还能遇到圣教，你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我们要帮助这个世界，帮助这个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我心开始，从我身做起。啊，我们要真有这个心呐。走圣贤之道啊，走佛菩萨之道啊，不能够世俗化了，那就完了。啊，今天世俗是争名逐利，啊，是损人利己。啊，你要是走这个路，你将来肯定是魔鬼地狱。啊，古来祖师说，你连畜生都做不到啊！啊，你肯定是地狱魔鬼呀！那我们明白了，我们走圣贤的道路，走佛菩萨道路，那你很幸运，你这一生就走出来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有心自己做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我们做不求名闻利养，那别人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啊，知道我也不会骄傲，也没觉得什么光荣。为什么？应该做的。啊，不知道，不知道更好。啊，少了很多麻烦，默默地去耕耘，会产生效果，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啊，影响时间多么长，范围大小，通通是自己修行的功力了。啊，你这修行的功夫深，影响面自然大，自然就广。
啊，影响是自然的，啊，也不必刻意去求，啊，用不着，啊，一定要发慈悲心啊，发广大心啊，啊，广大心、慈悲心，表现在教学。啊，你每天从早到晚，你遇到一个人，你就教这一个人；遇到两个人，你就教的两个人。教有善巧方便，啊，该说的说，该表演的表演。啊，实在讲，佛菩萨教化众生，是以身教为主，以言教为辅助，就是什么？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啊，你比如说现在一般人不懂礼貌，啊，心浮气躁，你表现是你表现一个很冷静、很柔和、很有智慧，你表现这个现象，一切时一切处，那你都是这样的，不是刻意做给人看的，啊，久而久之人家自然学你，啊，这个就是修己啊，修己就化他了，啊，还原观里面的四德第二条，威仪有则。威仪是什么呢？我们行住坐卧，走有走的样子，坐有坐的样子，站有站的样子，睡有睡的样子，这叫四威仪啊，都有好样子给人看呐、啊。啊，心地清净，啊，身心如火，啊，让人看到了欢喜，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啊，这多重要呢，啊，自自然然他感化人，啊，他要来向你请教，啊，你就认真的来教导他，啊，所以身教是主啊，言教是辅，啊，现在人们有礼，傲慢，啊，眼睛都是往上看，啊，那我们的态度，我们眼睛平视，见人有礼，啊，尤其学以行90度鞠躬礼。啊，不要怕人笑，啊，让他看成习惯了，他就感动。啊，有理，有义，义是什么呢？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是为自己的，或者是为别人的，合情、合理、合法，叫做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呀、啊，循礼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啊，这叫义呀、啊。啊，中国传统教育“仁义”两个字非常重要啊。啊，孔曰：“仁。”孟子曰：“义。”啊，这两个字是儒家的代表啊！如果我们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守住这些原理原则啊，都能把它做到，你就是现代的圣贤君子啊。要重义，要轻利啊，把义看得重啊，把这个利啊看得轻啊。你有义当然就有利，有利也未必有义啊。尤其我们今天看到局势之人追求财富啊，几乎达到疯狂的心态了啊。那么你去看看现在啊，最近这些讯息，全世界金融产生危机了啊。罗马的教皇说得好，可能在意义之间你拥有千亿财富的富翁啊，一夕之间呢，你的财产全部就化为烟消云散了，化为乌有了啊，银行倒闭了啊，一分钱都没有了啊。这是现前的事实啊，这个危机会带给全世界人的灾难啊。而且纽约的市长他说得更好啊，这个危机的最严重的是信心的危机啊，大家对于这个财富啊丧失了信心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我们可以说古今中外这些大圣大贤没有一个是教我们去追求财富的啊，几乎都是教我们去追求道德啊，去求神圣的教诲啊。中国古人叫我们求仁义，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孔子叫我们成仁，孟子叫我们取义人能够齐心动念爱别人，这是仁。仁者爱人，爱人你就不会害人啊。义他有良心，他不会做坏事啊。像现在这个世界啊，连饮食里面都添加有毒素的这些化学药物啊，一个有仁义的人他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伤天害理呀
啊，你希望赚人家一点钱呢、啊，还要人家的命啊？啊，叫谋财害命啊！啊，那么这个果报在哪呢？果报在地狱啊！这钱能赚吗？啊，那么像现在这个饮食医药。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啊，都掺杂着化学药物在里头。啊，我听说有同学告诉我，啊，种西瓜，西瓜为什么那么甜？啊，那么好看？啊，瓜农，啊，在西瓜根茎里面注射化学药物，让这个瓜长得很红，长得很好，而且还能够经多少天它不腐坏。啊，可以卖得很好的价钱，人家吃什么？吃了会生病啊，吃了会要命啊，他没有考虑这些。只考虑他能够卖到好价钱，啊，别人的死活健康与他毫不相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世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啊？我看这种世界的时候，连鬼道都不如啊。我们看看《聊斋》，看看这个古人的笔记小说里面讲的这些鬼呀、啊，那鬼里头还有不少很有良心的，很有人情味的。啊，现在人家鬼都不如了。啊，这些年来，我们自己也种植一点蔬菜水果。啊，我们跟小鸟，跟那些小虫。啊，沟通啊，这些小鸟小虫都听话，都遵守约定，比人善良得多。人会欺骗人呢，这小鸟小虫不欺骗人。啊，我们在澳洲种了很多果木树，啊，我们指定几棵，啊，供养小鸟的，你们要来吃，到那几棵去吃，啊，不是指定他们就不吃，他遵守约定啊。啊，我们有很大的菜园，也是辟了一部分呢供养小虫的，啊，这小虫它就专门吃它指定范围那个地方，它到那吃。啊，其他的菜他留给我们，我们照顾他，不是不照顾他。那所以他们也照顾我们，啊，我们彼此能合作。啊，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些小虫小鸟，它来生呢，它不会再做畜生道了，啊，至少。他会到人天，这两道来享福，他有德行呐、啊，他有爱心呐、啊，啊，这人都不如这些小虫小鸟，你说这是个什么事情？啊，可是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为什么？得人生，有机会闻佛法，有机会修行，有机会呀，
在这一生当中证果，这是得人生可贵之处啊！啊，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把握住啊！啊，得人生不容易啊！传说当中说狐狸啊，狐狸修行，狐狸要修得一个人生呢，要500年呢，啊，他才修成人生的样子。啊，然后再修行正果，所以他看我们这个人很羡慕。你看，他要修500年才得人生，你们一来就得人生。啊，但是你们得人生不好好的修行，啊，他那个人生不容易得到，他很珍惜。啊，他认真修行。我们看到这些事实真相，应当觉悟，应当赶快回头。啊，对于一切诸法真相，要想明了，实在说了，无过于大乘。大乘经教里头讲得清楚，都是诸佛如来亲证的境界。像华严经，啊，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啊，最难懂的是自信，但是它是源头。从理论上讲，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常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只要这个做到了，你就见性了，转凡成神了。啊，起心动念太微细了，自己不知道啊，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啊。不但我们不知道，佛说了，阿罗汉也不知道啊。阿罗汉的定功很深呐，四空天人都不能跟他相比啊。啊，全教菩萨不知道。那比阿罗汉高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起心动念，啊，什么时候真的到不起心不动念了，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才能证得。啊，证得呢，有没有错误呢？那华严经就是标准，你证得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宇宙一切现象跟华严经上讲的是不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对了。如果不一样呢，那你就又错了，你还得退回来。啊，你还没有彻底放下。啊，还得再放下。啊，那么这是佛家的科学啊，啊，佛不是佛说了就算数啊，要你真正亲证才算数啊，所以这是佛和科学精神啊，我说他这是圆满的科学啊，最高的科学啊，他叫你证得，我们没这个能力。啊，为什么没有能力？烦恼习气太重了，业障太重了。啊，所以
扎根教育是小学长，不要疏忽，学弟子规小学长啊，学感应篇也是小学长，学十善业还是小学长啊，业障不消除决定产生障碍啊，你看很多学佛的同学啊，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普遍可以看得见的神志不正常啊，精神不正常，还有冤亲债主附体的，就没常见，这什么？这叫业障啊！啊，他来找你麻烦呢、啊，都是你过去或者是前世的冤亲债主啊！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真的是无量劫了，无量劫以来那个生那个冤亲债主排起队起来的时候看不完了、啊、不知道有多少啊啊，这些都是事实啊，谁知道呢？知道人真不多啊，知道的人才有高度的警觉，才认真的忏除业障，才认真的想给这一些冤亲债主化解啊，诚心诚意帮助他们超度他们啊，什么方法最有效，自己真修行就有效啊，自己不是真修行，那个效果就很少啊。你们看谭旭法师《隐城回忆录》里面所记载的啊，他里头有一篇标题是《八载寒窗度楞严》，你就看看那一段故事你就晓得了啊，自己真有功夫啊啊，冤亲债主找到你了求超度啊，那个刘居士问了怎样超度你了，你答应就行了，好我答应你，看到这个冤亲债主的鬼魂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就那么简单啊，他凭什么呢？凭他读楞严经八年，天天读诵了啊，楞严经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大概一天只能念一部啊，可能的时候如果工作繁忙一天念不了，一天只能念一半，它有十卷啊，每一卷都很长啊，两天念一部，八年不间断呢，他心是定的啊，这个功德就能够帮助冤亲债主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讲真实功德啊，你念佛也行，念到什么呢？念到功夫成片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念到功夫成片比那个八载寒窗度楞严的功夫还高啊，为什么？功夫成片你就决定有把握往生
啊，那什么叫功夫成片？这个不能不知道。这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叫功夫成片。啊，有事照样办事，事情办完了之后，阿弥陀佛就现前。啊，你心上真有。啊，念字在此，念的时候心里有阿弥陀佛，不念的时候心里还是有阿弥陀佛，叫成片，成一片了。啊，这是念佛功夫最浅的。啊，也叫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最浅的。啊，那往上提升呢？往上提升。是你烦恼轻了啊！我们讲到啊，八十八品见惑没有了，叫四一心不乱啊。我们讲身见放下了，边见放下了，边见是对立。我跟一切人事物对立的念头放下了，没有了，成见放下了，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在凡圣同居土了，啊，是在方便有余土提升了，啊，再往上提升。起心动念也没有了，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用心像镜子一样，我们每天早晨晚上起来都要照照镜子，这个时候就想到，早晨想到我今天一天用心像镜子啊，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痕迹不着啊！晚上照镜子想想我今天有没有做到，如果做到这个功夫，恭喜你，你的理业心不乱，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一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成佛了啊，每一天早晚对镜子说，我们不懂啊，不知道修行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啊，一尘不染是定功。你看，定慧等学，这是最上乘的功夫。啊，你说什么不是佛法了？法法皆是啊！啊，穿衣吃饭都是佛法，衣服只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啊，这是威仪啊，不必挑三挑四啊，挑三挑四，你有分别有执着啊，干净整齐，什么人都能见。啊，这是对人尊敬，礼服嘛。啊，饮食，啊，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在饮食里吃饭的时候修行是吧？也是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无论是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你就用这个功夫真修。真干啊，然后你读一些经，读经是干什么？印证啊，我做的有没有错误，经一打开一对照啊，与经教讲的相应，对了啊，与经教里讲的不相应，那我们就赶快改啊，所以经教是标准
特别是华严经是诸佛如来的标准，啊，一般大乘经是菩萨的标准，啊，小乘经是阿罗汉的标准。啊，到上上乘，这标准都没有了。啊，我们现在可不能学，我们现在要把标准学去之后啊，我们的堕落还不晓得怎么堕落的。啊，所以这是有依靠啊。啊，向上一着，依靠就没有了，那是明心见性。啊，你才能够放下。啊，实际上真正明心见性之后放不放下，不放下。为什么不放下？大慈大悲，做个众生看。啊，给众生做个好样子。哦哟，这个修行人，你看他天天还在读经，天天还在研究教。啊，那我们初学的人更应该要努力。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自己需要，他是做给别人看的。啊，都初学，那就得把《弟子规》做到。啊，他还要这么斤斤计较这么做？不是的，叫初学，给初学做好榜样，这叫大慈大悲。这叫善巧方便。啊，对于一切法，确实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佛菩萨。起心动念还是凡夫，没入境界。啊，我们常讲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学佛，起心动念是佛学。啊，佛学跟佛学佛是两把事。啊，学佛才能得真实受用。啊，佛学不能得真实受用。啊，佛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学术的佛教。啊，学校里开的门课，啊，学生拿着经典做资料，他去写研究报告。啊，研究所的学生用它来写论文，啊，那就是研究报告。啊，前年我在伦敦大学，在剑桥大学里面看到，啊，有学生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啊，《无量寿经》的版本很多，我问他，你用的是哪个本子？他居然用的是夏莲居的汇集文。难得了。啊，还有个学生有孟子。啊，我不知道他用哪一个人的注解。啊，外国学生呢，啊，但是他们搞的是佛学，啊，儒学，啊，就变成学术，啊，去研究了。啊，那学佛呢？学佛跟佛学，在表面上看是没有两样，骨子里头不一样。啊，一个是有分别之处，佛学；一个是立分别之处，是学佛。
差别在此地啊！啊，这个是绝对的标准啊！那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是学佛还是在佛学？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的习气毛病没有改掉？啊，问起佛法听得很多了，能够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自己烦恼习气都没有改掉。啊，这就是我们是在搞佛学，不是在学佛。啊，那你要问，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学佛？啊，这些年来我讲的很多，先扎三个根，你是真的在学佛。你没有这三个根，学的再多，学的时间再长，都是佛学。啊，天天在读诵，天天在听讲。不得受用啊！这个不得受用里头最明显的烦恼你没有减轻，智慧你没有增长，你没有得到真正的法喜。道理在此地啊，啊，自己没有得到真正的受用，怎么能叫别人的受用？别人的受用是你的冤亲债主叫鬼神，他怎么能得受用？啊，自己真的受用，他们的受用。啊，回向只是一念，我起一个念头，哎，我希望你也得受用，他就得到。啊，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就传给他了，在佛法讲的时候，我们的光他就收到了。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真干，啊，这一句好，如实而现真，太好了。啊，可是前面这个语法不颠倒，那是慧啊。我们讲看破，如实而现证，这放下。你不放下，你证不得啊。看得破，放得下啊。下面就更深了，立住活佛像，是名无上觉。那这是向禅宗讲的向上一着了这个注解里面讲的一合相啊，金刚经上讲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啊，一合相是什么呢？因缘和合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因缘生的，缘聚缘散。啊，我们这个人生缘聚的啊，你把它分解开啊，外面眼耳鼻舌身五官，里面五脏六腑啊，这么多同学合起来才是个人生呢 啊
这叫活佛像。啊，住住是多。那么你再分析一下这个器官，器官里面有无数的细胞，细胞再分析就分成许多的分子，分子再分析就许多的原子、电子、粒子，你才知道这个身体多么复杂啊！这个复杂的现象，我早年讲经时常说啊，人生是小宇宙啊，外面是大宇宙啊，同样的复杂，不增不减。大宇宙不会比我们这个身的复杂了是多一点，我们这个身体比起大宇宙啊，那复杂情形呢不会比它少一点，相同的啊。所以你了解自己，你就了解大宇宙，了解大宇宙，你就了解自己。诸侯和相啊，离是什么呢？离是你对这个侯和相也不能够有分别之处啊，你有分别之处错了啊。所以《金刚经》上佛说的好啊，啊，一和相，一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基本粒子，就这个东西啊。这一些物质的元素啊，基本粒子啊，都是它组合的啊，森罗万象这么复杂啊，一切万法就是一合相，在物质上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称为基本粒子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啊，这个一念啊，念皆有形，那个形就是基本粒子；形皆有实，这个基本粒子里头有见闻觉知，那是实啊。所以基本粒子组成的任何现象啊，动物也好，植物也好，矿物也好，自然现象也好，通通有见闻觉知啊。所以心法跟色法，色法是物质，心法是精神，它是一体的，分不开啊。有物质就有精神，有精神就有物质啊，同时现起的都是从一念生的吧？像弥勒菩萨讲的多清楚了。啊，为什么会生起呢？啊，能生的这个自性，它的里面有这个功能，本来就有。只要有缘，它就会现象。啊，缘不是真的，现象就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才叫真相大白啊！啊，相不是没有啊，相了不可得啊！真的，《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要真正了解了、明白了，你心就定了。为什么呢？不再攀缘。啊，粗略的知道对我们这一生就有很大的好处。好处什么呢？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心是定的。那是无争无求，我这日子怎么过啊？嘿，日子过得非常快乐，非常自在啊。物质生活之需求一切是前生定的，你求它干什么？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那既然是定的，我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啊，我等天上掉馅饼给我吃了啊。这又是妄念错误了，
你还是要工作啊，你工作所得来的是命里注定的啊，所以你不需要求，你只好好工作，认真工作，努力的工作，哎，你所得到的就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多你会起贪心，贪心就是烦恼啊，越来越多什么，你心地要开朗啊，除了我自己需要的啊，还有多余的，多余要做布施啊，舍掉，那你们就越舍越多，越多越舍，你就变成大菩萨了，你就变成大善人了。不能够积财啊，佛法这个经论上常讲啊，积财伤道啊，你晓得积财为什么伤道，贪心起来了啊，你不积财没有贪心啊，有就是有就是啊，尽量的是广结善缘，广结法缘，你就不会有灾难，灾难再多的时候你不会遇到困难，你会有人送东西给你吃，有人送衣服给你穿，那为什么？那有这福报嘛，啊，到时候这就有贵人嘛，啊，没有贵人怎么？没有贵人，佛菩萨会变贵人来帮助你，你相信吗？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路上生病了，啊，有个文杰，讨饭的，啊，来照顾他，那叫贵人呐。那文杰是谁呢？讨饭是谁呢？到普财山去一打听，文殊菩萨。那文殊菩萨变一个教化者来照顾他。感应不可思议，你不要害怕了，不要操心了。啊，那我们学佛的时候对这些事情总是有疑惑。啊，万一我没有了怎么办？啊，这什么不信？所以说信佛，哎呦，可不容易啊！信佛太难了。啊，这个，我也跟诸位说过，啊，李老师以前教我信佛。也把我讲糊涂了啊！我学佛两年啊，不是学佛七年出家啊，我一出家就讲经啊，就在佛学院担任教学啊，两年之后才受戒，那就学佛九年了啊，受了戒之后到台中去拜老师啊，这是佛门的规矩啊，老师的栽培，现在有这么小小成就了啊，他也看到我就指着你要信佛啊，到最后我有疑惑啊，怎么这样严厉这么大声的叫信佛啊，我不信佛我怎么会出家了，不信佛怎么会受戒呢啊，他才告诉我出家受戒不一定真信佛啊，真信佛的是依教奉行啊，佛在经教里面的教诲你没有真正做到啊，那不算信佛，所以他说有老和尚到死都不幸福，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啊，信谈何容易啊！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弟子规没有百分之百的做到不幸福了，感应篇没有做到，十善业没有做到，你怎么能说幸福？啊，儒释道都要扎三个根。
这三个根扎下去之后，无论是学什么，学儒成圣，圣人啊，孔子圣人啊，孟子圣人，学佛成佛啊，学道就成仙了 啊， 啊，真行啊啊，都得要一教奉行呢、啊。所以你不真干了，不叫真性。啊，这个真性是从干，一定从性开始。性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你不信怎么行？啊，所以性完全从做出来。啊，这李老师教给我的。啊，要做出来才叫性，没做出来。不是信啊，那么信从哪里生？从通达教理生啊，所以这个对经教的学习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从勉强迷信啊，然后从勉强来相信。到最后在教理上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发心真干就真心了啊，不是真干就不是真心。真干首先的条件，我常常讲，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这算真心啊，还不是大乘的标准。大乘标准是啊，我常讲啊，做到我讲的这个是到门口了，跨进去那就是真心。跨进去是华严经上讲的初性位的菩萨，那叫真心啊。我们虽然跨不进这一步，只要到门口这个程度，我们用念佛的方法求生净土是决定得生，也算是真行啊。到极乐世界真行，到极乐世界真成就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